看前右前方，来右前方这边哦。好，那在今天我相信应该观影应该跟我们每一位都一样，非常期待，非常兴奋，能够待会儿的抢先体验在台北101的全新的最大的旗舰店。好，请问正前方的媒体大哥们，要补照片的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？倒数3、2、1，请结 ，please for ribbon cutting ceremony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剪彩的仪式哦，象征我们昌昌就来帮我们收一下剪刀，还有彩带，谢谢。大家常常会关心，就是穿高跟鞋这件事情，或者是说化妆啊，或什么，其实。我真的这方面我没到那么的传统，其实我旅行穿高跟鞋也不忌口，吃甜点，我还有游泳，都对啊。我想说 我反而觉得我很幸运，是不用像很多人要，有些人要卧躺。每个礼拜都过得好快，我已经搞不清楚第几周，但我知道现在大概就是快七个半了，然后快要到后期，我就觉得每个礼拜的肚子大得好快哦，然后一直都在饿的感觉一直都有，对，所以就听说后期会很恐怖，所以我决定就是这个月接几场活动没关系，下个月还是闭关一下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讲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